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的美丽的 model 第一套所穿着的就是在我们今年六月份全新的运动装备青骏狗内衣海洋蓝。那我们的青骏狗内衣海洋蓝呢，同时拥有温柔的剂型钢圈以及三倍的弹性泡棉，再来就是两段式的加高包覆。再来，今天在夏季里面穿着内衣一定要拥有吸湿排汗的效果，拥有透气凉爽的感觉。以及各位也可以看到，在外形上面呢，我们采用简洁无痕的效果，让你迎接热热的一个暖气夏季的部分。那再来呢，第二位 model 呢出来呈现的同样呢是我们的轻运动内衣的阳光绿。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第一套呈现的是海洋蓝，再来阳光绿，可以发现到我们华歌尔在今年春夏所搭配的这样的一个色系上面呢非常的鲜艳，而且呢甚至在搭配外衣上面呢也是非常的适合。那我们这一套轻运动内衣呢，拥有温柔的剂型钢圈，可以记忆体内的胸型的曲线，不会压迫，不变形，在穿着上面呢可以非常的舒适安定。那以及刚刚有讲到的，我们这一款轻运动内衣还采用了三倍的弹性泡棉，使用三倍的弹性泡棉，在穿着上呢可以更加的 Q 弹、舒适又柔软。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们在排汗的部分采用透气凉爽的莱卡弹性网布，在吸湿排汗结合了罩杯表层动感布料，让你的整个的时尚感身面可以更加的提升，甚至穿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透气凉爽的。那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套内衣，它的名字叫做我们的轻运动内衣，颜色的色系是阳光绿。接下来同样为大家呈现的是我们的轻运动内衣的健康服。那各位现场的朋友，女性朋友们，如果今天觉得我们的阳光绿甚至海洋冷的太过鲜艳的话，我们华歌尔呢甚至还设计了一套健康服，让你的除了看起来低调之外，但是又拥有高调时尚的感觉。那我们这款轻运动内衣呢，其实总共有四种颜色，那也欢迎呢各位现场的女性朋友们在待会会后呢都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柜上呢来做体验试穿。那各位看到的我们这一套的轻运动内衣的健康服，外形呢非常的简洁无痕，无痕的设计，简洁的线条，让你今天在穿着上，在运动的过程中，可以搭配时尚的外衣，在它的一个痕迹上面呢，也是采用有无痕的效果。甚至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款轻运动内衣在外形的上面搭配的色系，采用渐层多彩的一个配色，包边搭配运动感网布，让外观呢可以更加具有运动感，呈现年轻的一个效果。好的，那接下来出场的呢就是我们的轻运动进行 bra 时尚子。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们这款轻运动的进行 bra 呢采用同样是进行钢圈，甚至呢它一样呢采用了 Q 弹凉感的一个材质，让你今天在穿着的一个包覆力可以更加的稳定。那各位可以看到呢，它这一款颜色呢是采用时尚紫。好，今天呢它的紫色呢感觉好像不是很显眼，但是呢你却可以隐隐约约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一个色系，这个就是我们时尚紫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呢，华歌尔在这个月呢所打造的设计的这款内衣呢，同样呢拥有温度的一个材质，让你今天在穿起来的过程中可以瞬间感受到冰凉的效果，让你今年呢在炎炎的夏日之下呢，即使是搭配外衣再做穿着，你也不会觉得你的内在美好像闷闷的完全没有办法透气。
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一款内衣上面呢，今天有在我们的柜位上搭配优惠的活动，也欢迎呢各位现场的女性朋友们，待会都可以一同到我们的柜位上来做体验。好，接下来呢出场的就是一样是我们的轻运动进行 bra 的能量黑。往后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model 的搭配之下，今天呢不顺是出门在外，甚至呢在家里的看上我们这一款的轻运动 bra， 你会觉得自己的时尚感马上做提升。再就是呢，今天我们华哥打造的轻运动进行 bra， 让你除了平常走路可以穿着之外，在任何的运动下，不论是要做瑜伽，甚至打网球、打乒乓球，甚至呢有在做有氧运动的各位女性朋友们，在穿着它的上面呢，你也不会觉得哎，它护力不够，甚至呢你也会觉得说，今天我穿起呀、啊，它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凉感效果。在穿着的过程中，它可以帮你瞬间拥有凉感，以及呢穿起来的效果可以更加的安定有型。那目前为大家呈现的就是我们的轻运动进行 bra 的能量黑。那刚刚在上一件的部分呢，我们呈现的色系是时尚值，总共两个色系呢都可以给你们来做一个挑选。那我们今天呢，在华哥的活动现场呢，同样呢有搭配优惠的一个活动。只要呢对我们华哥的内衣有任何的兴趣的话呢，待会会后都可以到我们的柜上来做体验试穿。那我们今天的优惠资讯呢，只要满3000，我们让你省300，满5000省600呀，所以我们多加码了100块。再来就是呢，我们还有独家的9折优惠，可以让您共同搭配。所以欢迎各位现场的女性朋友们，待会呢，我们的 model 走秀完过后，一定要到我们的活动柜位上面呢来做体验试穿。那在我们的今天的活动内容呢，同时也包含了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新一代的代言人陈静轩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哦，所以各位现场的女性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喽。好，再来呢，为大家呈现的是我们今年的年度的运动商品 Working Bra， 是我们的努力装备的第二套 Working Bra。那大家所看到的一个颜色的色系呢，是上方跳跃蓝以及下方的健美黑。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这一款 Working Bra 上面呢，采用 T 字的支撑以及透气的组织设计。再来就是同样简约的无痕风格，甚至在我们的上面呢还打造了不同的色系，让你呢可以感受到年轻无痕的一个效果。采用异色的搭配，在穿着上面呢可以更加的时尚风采。那么这一款 Working Bra 呢，第一次支撑采用抽取式的泡棉罩杯，结合一体成型的 T 字支撑设计，可以降低您在运动的时候胸部的一个晃动感。再来就是给予胸部完整的一个支撑以及保护力。那各位同样的也可以看到呢，我们的下方的这一款健美黑的这一款内搭裤。那我这款裤子呢，同样呢它可以包覆你整个床脚，好，从臀部的地方到你的脚底呢完整的做到搭配与包覆。以及接下来呢跟大家呈现的这一款是我们的 Rolling Bra。 那现场呢女性朋友们，如果有在假日甚至在上班过后呢，下班的时间有在做慢跑的朋友们，主持人呢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呢我们这一款呢，它的名字叫做 Rolling Bra 轻运动短裤，以及下方的轻运动短裤。那 Rolling Bra 它的特色上面呢，采用5星弹力的一个保护，以及呢在3.3公分的宽板肩带。再来就是呢，为了让你在夏季呢可以让你有吸湿排汗的效果，所以采用温度的冰凉纱布料来做设计。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背后的部分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小设计，就是呢我采用背钩式的设计，好，可以让您今天呢即使运动完，好，在流汗非常多的一个情况下，可以方便的做穿脱。接下来呢，同样是我们的 Rolling Bra 以及轻运动短裤，还有轻运动压力裤。那我们的色系呢，是我们的健美黑。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款 Rolling Bar 呢，采用360度的支撑，环绕加加压感呢可以再加的提升。那今天呢，我们这款 Rolling Bar 呢，在我们的肩带上面呢，采用3.3公分的一个宽板肩带，可以呢降低你的一个肩颈的压力，让你在穿着上面呢可以更加的舒适效果，并且呢在我们的透气上面呢，采用永久性的吸湿排汗功能，在宽肩带在运动的时候过程中，分散肩颈的压力点之外呢，让你在穿着的过程中可以不闷热哦。为大家呈现的是我们的轻运动背心 bra 加 T 以及我们的轻运动短裤。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们这款轻运动背心呢，它的设计上面以及它的外形上面呢，非常的时尚以及休闲，让您今天各位现场的女性朋友们在做任何的运动的过程中都可以来穿着做搭配。那么这款 bra 加 T 我们的轻运动背心呢，采用了时尚的外穿设计以及圆边压印的一个感觉，跟运动来做一个绝佳的一个混搭。那同样呢，在肩带的部分，我们采用3.3公分的一个宽板肩带，可以降低呢肩颈的一个压力感，让你在穿着上面可以非常的贴身舒适。那同时呢，各位可以看到了我们这款轻运动的短裤，采用特殊的网洞设计以及时尚的异色混搭，可以让整体的线条呢更加的简约利落。那当然，我们除了在上衣有给你使用轻冰凉纱的一个感觉之外，我们在下方的短裤当然同样也使用冰凉纱的瞬间冰凉效果哦。好，接下来为大家呈现呢，同样是我们的轻运动背心 bra 加 T 的健美杯的设计。那在刚刚呢，呈现给大家的颜色是我们的竞技灰，以及目前为大家呈现的健美黑，总共呢有2种色系呢，可以让大家来做挑选，让你今天呢在我们的炎炎夏日之下呢，可以简易的这个样子做穿着以及搭配，还可以让你感受到呢在穿着上面是拥有清凉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今天呢，这款第一我们的 bra 加 T 同样呢都有在我们的活动柜位上，邀请呢待会呢活动结束过后呢，各位现场的女性朋友们都一定要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的来做体验试穿。那在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的年度代言人的陈静轩有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哦，所以呢欢迎各位现场的女性朋友们待会千万不能错过，因为我们的静轩呢有准备非常棒的一个赠品呢，要让我们现场的女性朋友们带回去哦。各位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看到呢，目前呈现的是我们的轻运动系列的一个商品，我们的 bra 加 T bra 加 T 以及轻致蜜黑粉。哇，各位也可以看到呢，我们无钢圈的减压胸罩呢，有柔软的支撑效果以及简洁的无痕，再来就是呢丰胸爆亮的一个效果，再来就是在穿着上面呢，可以拥有贴合安定的效果，可以让您来做一个舒适穿着。那无钢圈的减压服啊呢，各位都可以听到了，我们这款无钢圈采用内硬外软的加光双层结构，去代替一般的传统金属钢圈，所以呢在我们的炎炎夏日之下呢，在穿着内衣的过程中，你可以感受到没有拘束的一个效果，甚至呢它还可以增加呢您的胸部的一个接触面，营造呢丰胸照亮的一个氛围。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们这款无钢圈的减压胸罩呢，在外形上面呢也是采用了肩颈为平衡的一个效果，采用精致的素面半光的圆边布料，
所以呢，在手感上面呢是非常的细致，以及呢在外观上面呢，你不用怕说，哎，它很容易脱烧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这一款呢，我们在外形上面还采用了导入高科技的贴合技术，从我们的罩杯的上缘、斜边等等的地方帮你做到一个贴合。好，再来为大家呈现的一样是我们的无钢圈的减压胸罩，时尚黑。那刚刚在上一套呢，它的颜色是蜜黑粉，那这一套的部分它是时尚黑，总共两个色系呢，可以让我们现场的女性朋友们来做挑选。各位可以看到呢，我们这款无钢圈的减压胸罩，除了取代了一般的金属钢圈之外呢，在我们的贴合上面呢，还采用时尚的小披背。各位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背后的部分呢，时尚的小披背可以让我们在呈现上面的可以具有非常丰富的效果。再来就是它强化了一个边部，在穿着上面呢，可以非常的贴身安定，贴适有型。目前呢，为大家呈现的这一套呢，就是我们华歌尔的无钢圈减压胸罩。那同样呢，在我们这一套的商品上面呢，也有在我们的柜位上哦，邀请我们现场的女性朋友们，待会呢会后一定要到我们的柜位上来做体验。那今天只要你有喜欢的话呢，只有今天消费满3000，我们让你省300；消费满5000，我们多加100，让你省600元哦。再来就是我们针对指定商品，我们还有加码9折的优惠。以及今天呢，我们在小铺上面呢还有买一送一哦，所以欢迎各位现场的女性朋友们，待会千万不能错过喽。好，接下来呢为大家呈现的非常不一样的这一套商品呢，是我们银河 Body 的 Bra， 从日本原装进口的无钢圈减压内衣。那各位呢也可以马上看到，它在外观上面采用非常鲜艳而且非常迎合春夏这个季节来做搭配穿着的一个色系。那么这款色系的颜色呢非常的鲜艳之外呢，今天它在功能上面呢也是非常的强大。那么这款的无钢圈的减压内衣呢，采用最贴近肌肤的一个泡棉，在罩杯与胸部上呢，可以紧紧的贴合，超越裸体与身体，让你融为一体的一个感觉。那各位可以同时看到的，我们这款以及它的功能性上面呢，还采用了 3D 的树脂钢圈，在我们的外观呢，采用新型的柔软树脂支撑片，内硬外软，维持胸部立体感以及零拘束的一个零压迫感哦。这一款呢，日本原装进口的无钢圈减压内衣，在我们的柜位上呢，总共有2种色系以上，所以欢迎各位现场女性朋友们，如果呢喜欢花花的一个感觉，喜欢日本的一个感觉的话呢，都可以待会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来做体验。好，那再来呢为大家呈现的同样呢是我们的日本原装进口的无钢圈减压内衣，它的色系呢属于肤色的颜色哦，它的那个颜色啊非常的特殊，我们以往的肤色它可能就还会再偏亮一点点的肤色，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款肤色呢，它的设计呢它是非常好贴近我们今天所有女性朋友的一个色系。那今天呢在穿着上面呢，你会觉得说远远看过去好像是没有穿内衣一起成型的一个感觉。再来就是呢它上面的花纹呢，可以让你今年的一个夏天甚至到你的心情上面呢可以提升非常的多。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一系列的日本原装进口的无钢圈内衣，它不仅呢它的功能厉害之外，在外观上面呢华歌尔也采用了一些些的一个小心机，让大家的女性朋友们来做搭配。那记得我们今天呢现场的这些商品呢，在我们的活动柜位上呢，同时都有搭配我们柜位独家的满3000省300，以及满5000加码多100省600元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还有加码的折扣，就是的今天只要购买内衣，我们加码9折，让您带回去。好，接下来
来为大家呈现的同样呢是我们的运动系列轻运动内衣。那刚刚呢大家在第一套的时候呢应该都有看过我们这款内衣了，它的颜色的设计呢是海洋蓝。那以及主持人在这边呢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它的强大的功能，它具有温柔的进行钢圈，让你在穿着上面除了可以记忆曲线不压迫不变形，穿着上会更加的舒适安定。再来就是呢采用三倍的弹性泡棉，所以呢我们在罩杯里面呢使用三倍的弹性泡棉，让你在穿着上面可以更加的 Q 弹舒适及柔软哦。那目前各位呢所看到的这一套的我们轻运动内衣呢也是在我们今年的六月份主打商品的，所以各位现场朋友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后方的地板上面呢我们的待会会邀请到的一日店长陈敬轩，同时呢他们的主力商品呢也会穿在身上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这款轻运动内衣呢它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吸湿排汗了，在我们的夏季呢一定要拥有吸湿排汗的效果，所以呢我们这款呢它采用是莱卡的弹性网布，吸湿排汗结合了罩杯表层动感的一个整件透气设计，让你的凉感可以更加的升级。好，再来呢为大家呈现的同样是我们的轻运动内衣的阳光绿，哇，都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颜色的设计上呢真的是打到非常亮眼，以及呢非常适合我们今年春夏的一个感觉。好，那各位现场朋友们，最后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现场的 model 为我们展示我们今年的一个新品，那谢谢我们两位 model， 谢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日的一日店长陈敬轩，欢迎。哇，敬轩来宾请帮我们帮敬轩拿麦克风吗，谢谢。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敬轩。哇，敬轩今天我难得来到我们中唱 SOGO 出席活动，对不对？有没有很紧张？对，我现在非常紧张。真的非常紧张，没有关系。好，来敬轩啊这边啊，因为听说你是第一次在演华歌，对不对？好，所以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代言华歌尔的这款商品吗？分享一下一个感想给我们现场朋友。一开始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高兴，因为华歌尔其实是我自己的第一件内衣。哦，真的假的？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件内衣应该是华歌尔。哦，真的没有错，因为华歌尔它的那个内衣啊，它其实没有在分什么年龄的，好，各个年龄甚至呢比较趋近于年轻的一个效果，对不对？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因为啊第一次代言我华歌尔，那你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就是从你看到内衣，好，到你直接穿起啊，甚至呢拍了我们一系列的一个 VCR 啊，对不对？好，穿起来这样的一个历程的体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第一次摸到这个内衣，我就觉得它的弹性非常的好。弹性非常的好，而且我本身买内衣是比较注重舒适度的。哦，舒适度的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第一次穿上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非常的透气。然后我在拍摄的时候有做了各式的运动。哦，还有做各式的运动。我觉得它的弹性很好。是各式的运动，是跑步吗？对，跑步啊，瑜伽。